哟，大家早安！我们今天来到了台北马拉松会场，然后今天呢，我的任务是要跑1小时45分的配速员，所以我现在刚进到分区，然后我的分区在 A， 现在人好多，看一下现场。要出发了，超级久，进来排超久的。走了。报名上台，别忘了我们有柯市长，还有两位理事长，以及我们的叶市长、还有陈姐，也跟大家。真恐怖，好多人，都已经在那么前面了。往前跑一点，加油！终于挤出人群了。过了1.5公里，雨衣可以脱掉了。其实出发之后还蛮好跑，因为在下雨，小雨，蛮凉的。然后在1公里不到，因为我在 A 区，所以很快就脱离人群。现在要想办法跑到捷士450，所以我们每公里要抓一下。PLK 4分46，我们刚刚1公里5分0几，所以现在平衡回来，接下来就是目标是4:50到5分整，然后水灯就不能停太久，因为我们没有多抓时间，往第3公里前进。4分47 ，OK 哦，我们的匀速时4分38。OK， 预期内，因为我们是要配每公里5分钟，所以3K 15分整。那我们会多抓一点空间，等一下补水，还有上下坡。如果是跟我来，我们是抓均速大概4分50，因为还要进水站，所以水站不会停太久，拿了再出来喝。哦，这是国际选手的补给站，超帅，太酷了！还可以先清洁再喝水。加油！加油！第一个水站5K，其实水站都超长的，大家不用挤在最前面就拿水，因为其实后面会比较没有那么多人。继续往，我们要坐在中正纪念堂绕一大圈，然后回到中山北路。第5K。我们过第一个金变区，然后现在是跑了24分半，但是我们目标每公里可以快5到10秒，因为留一些扣打。1小时45，如果配5分整的话，跑完是14:530，所以是需要稍微多抓一点，才可以在45分内。第7公里4分48，现在已经跑到总统府前面好像跟全马会合，然后要往中山北往圆山桥前进。哦，第二次选手水站，哎，加油，
点，人太多，谢谢。第八 K， 4:49，还不错。我们每公里的误差大概都在1秒到2秒上下，所以想办法维持这样，后面会比较轻松一点，因为等一下会有个上坡会稍微掉速。Go go go！穿旗袍哎，太强了。第十 K 4:51，前面水站100公尺，这一站要喝一下运动饮料。这一站喝一下运动饮料，往后一点。运动饮料到了。来，后面很多，第一座比较忙，后面。哇，真是慌乱的10K，人太多了。前面就准备进到上坡的圆山。前面的上坡就需要闪人，因为可能会有人跑一跑就开始用走的，所以要稍微看一下，不要撞在一起。然后上坡的时候可以把步幅变小一点，然后频率快一点，小步一点，然后身体要微微往前倾。下坡的时候把频率放慢一点，然后手可以稍微摆大一点。在下坡稍微放松一下，我们第一个上坡已经结束了，接下来几乎都是平路，到后面最后2-3K 才会再有一次，对，所以接下来就维持稳定就好。如果有补给的、啊、下一个水站差不多要吃了，12公里，吃点东西。水站到了，所以我们这一公里要稍微先吃一下果胶，先吃。补给完毕。继续往前，剩下大概8公里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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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强！加油！加油！15K，73:37，我们大概还有1:20的扣打可以运用，所以我们1:20。就拿来进水站或者上坡掉速用。我们现在大概超前1:20，
其实我超想去大便的，啊、可是我看你们一直干温，不想停下来。没关系，我把你们带完，继续忍一下。18K 5分10秒，我们现在是用了1小时28分50秒，还有1分50秒的扣打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动作要稍微调整哦，前倾一点，小步一点，上坡只有一小段而已。9K 5分整，最后一段，剩下2公里。下完桥，最后1.5K， 快到了。不要客气，状况我就可以先走了，不用等我。好，你去大便了。对啊，没有到终点，第一件事情就要冲去大便，赶快忍不住了。谢谢教练。最后了，1.4K， 稳稳配到就好，加油。好，三明路左转，接下来就往最后终点前进了。小巨蛋快到了，厕所快到了。对，厕所快到了。快到终点，快到终点，第20K 10分49，最后1公里了，哎，最后一 K， 最后一 K， 耶，我们跑回终点了，我们回到南京东路，加油，加油，嗨。到这边就不用喝了，冲就对了，最后1公里了。可是我有任务，我要配1小时45，所以我要稳稳到终点，不能太快。我的列车已经全部人都冲出去了，可恶！他们这样一个人的20公里，掉到终点的第一件事情就冲去大便。21K， 1小时43分44，加油！最后一小段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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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应该可以，差不多，加油！加油！快到了，加油！半马终点要到了，1小时44分09、10、11、12，快到了。对，还没到，还不能冲啊，还没到。对，45分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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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1小时40分30秒。耶！到了，跟你讲，我从头到尾超想大便，可是我刚刚那台车一直有人跟着我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件事情，我好想下车去大便，可是他们一直跟着我，到最后剩1公里，我才跟他们说，你们跑自己的，不要跟我了。所以我现在先去大便，先不要拍，先不要拍。以上就是这次来挑战台北马半马的这个配速列车，我们要写跑翻台北，然后这次完赛时间是1小时44分30秒，我的目标是配1小时45。
所以我们前面都有稍微快一点，还好后面就是有稍微缓和的上坡，可以这个空间让我刚刚好到，但是还是快30秒，小可惜。但这次只有两三个人跟车啊，希望下一次如果有机会可以多一点人跟，超赞！这次换这个路线真的很好跑，几乎都是平路，上坡也都很短，就期待明年的台北马，大家继续再见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谢谢。你看今年的奖牌，迫不及待给你看，可以转嘞。可以转自己成绩耶，超帅！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我跟不上了，没关系，不错不错不错，今天天气蛮好跑的，还好出发就没有雨了。你看我的半马，Half Marathon 是在这吗？我看不太到。啊哈，啊哈，哦，在这啦。Half Marathon 21.0975，我们来把这个播成我的成绩一下，1小时44分30秒，我的完赛时间，距离我们的目标配速1小时45分呢，快了30秒。那我觉得还 OK 啦，毕竟我们后面的那个误差比我还大很多。好啦，领完物资，我们去暖身场逛逛吧。